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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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讲个故事，你要不要听？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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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个故事，你要不要听？什么故事？最近我听说啊，十二月生日的人运气很不好哎。一样讲的咩？还会遇到那种什么，你懂吗？那种东西。哎呀呀！真的真的那种东西。没有东西啦。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啊，那时候那个阿娘在他家看到一个鬼影出现在他窗口面前，就在他笑哎。哎呀。啊，就觉得背后凉凉的。你不要讲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吗？我很累了哎，做工作整天。哎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喂，这么就快走？哇，没有开灯呢，杨，一定是出去了。嗯，停电，没有事嘞。谁？我谁来了？没有血啊。应该是太累了，睡觉睡觉。嗯。什么鬼呢？你敷面膜就敷面膜嘛。灯关了这么阿莫西说。哎呀。不是你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喝水啦！怎么你这边？哦，我刚才上厕所，现在回去睡觉了。滚啊！都没东西看呢。哎，没有东西看，关掉，关掉。周末又是你，睡不着，不是下来看电视喽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慢慢看，你慢慢看，我自己去玩电脑。哎，杨那个，杨。
看不到。生日快乐 ！Surprise！ 哎，起来！你们不要这样嘛！哎，停电了！我要。好，不要乱讲话啦。嘿，老仔，买电话吗？老板，你要找怎样的电话呢？